刚刚，新疆伊犁州霍城县发生 5.0 级地震，周边县城，震中距霍城县41公里，距霍尔果斯市41公里，距温泉县63公里，距伊宁市68公里，距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70公里，距可克达拉市56公里，距乌鲁木齐市549公里。历史地震，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，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0次，最大地震是2018年10月16日在新疆博尔塔拉州金河县发生的 5.4 级地震。按震级大小前50次历史地震分布如图。震中简介，霍城县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，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，地处伊犁河谷西北部的开阔地带，是以农为主、农牧结合的边境县。震中天气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今天天气情况晴转多云，东南风微风，全天气温30至15摄氏度，16日晴，气温33至19摄氏度，东风微风，